大家好，我是 W。OK， 今天我们的那个谁，笨蛋蛇出了！黄金金毛狂舞，哦，是黄沙，不是黄金来的，黄沙金毛狂舞。我们的笨蛋蛇蛇龙，你看他笑到基因剑杨修，然后还输了一个飞机头来的杨修奔波颠，哼，爆闪啊！然后可以开始抽啊，这个笨蛋蛇啊，什么现实里 ，OK， 两个券，这个什么氪金了，30人民币，前往觉醒来 ，OK， 我的笨蛋蛇蛇龙 SSR 鸡蛋糕还在那笑，笑笑笑笑屁股笑，然后他还是一样用武魂觉醒券来抽啊，你看这里下面左下角有一个幸运值，已经11了 ，W 幸运值已经11了，如果你没有跟到 W 直播 ，W 在直播里面抽了这11抽，哈哈哈，然后结果什么屁股都没有拿到。拿到全部啊，蓝色的奶奶的。然后这一次最特别的这个抽卡池哦，你看这里有个觉醒次数啊，然后有奖励啊，各位，哇，我的天哪！你看30、60、90、150、230抽，哇，第一个30抽是中什么？竟然是中我们的随机 SSR 魂师啊！我的天哪，可随机获得一件物品，哈哈！你看这官方多没有礼貌。竟然把我们的魂师当作是一个物品，官方你是赚钱赚疯了吗？最基本的 respect 尊重都不懂了吗？ respect 懂了，我说的都是 real talk， 都是真心话，我希望你认真听。我是谁？ Okay？ 然后就是能随机开到那什么蛇龙唐昊成星邪月戴沐白奥斯卡龙龙月关，还有风啸天，哦，其实就很不错啊，随机。你看开到的都是什么唐昊、邪月、龙龙、奥斯卡，都是比较稀有的，各位。可是这里有一个炸弹，这里有一个炸弹，就是我们的风啸天啊！我的天哪，你看它排在最后一个，它就是一个陷阱。然后月光也是一个陷阱，鸡蛋糕这两个笨蛋，然后其他都很不错，嗯，其他都很不错。来，再来第二个 SSR， 呜，还是一模一样，也是随机获得一个，哇，第60抽，然后第90抽。哇，又是可以再拿到一个 SSR， 所以你们只要有90张券，只要你们有90张券，你们随便乱乱抽都可以至少拿到三个 SSR 魂师啊！我的天哪，意思就是什么？三个风啸天，哈哈，拿到三个风啸天。如果你很帅的话，就会开到三个风啸天鸡蛋糕。然后第150抽，哇，就是我们自选恶星躯干骨啊！SSR 良心哎，然后是10000 ，OK， 自选，没有幸运值，没有幸运值，哇，我的天哪，强攻、敏攻、控制、辅助，哇，这个真的很不错，这个真的很不错，躯干骨，我的天，非常稀有啊。然后什么？然后再来是230抽 ，OK， 最后一个大奖，来，自选职业 SSR 魂师啊，自选啊。太感动了，时隔多少个月了，终于又有自选了，难道官方终于改信了吗？我的天，可选择其中一份礼物，随机鸡蛋糕都是随机的，你看随机强攻，随机敏攻，诶，有蛇龙，有笨蛋蛇，随机控制，哎呀，然后还有什么随机辅助啊，我的天哪、啊，然后这里有一个 bug 哦，其实这里有一个 bug， 你看随机辅助有一个唐月华新卡哦，最近蛮新哦，唐月华，然后这里控制竟然没有 BB 洞啊，我的天啊，屁股啊，然后这里什么强攻，这里竟然没有千仞雪啊，神经病啊，可是竟然有唐月华奶奶的，所以大家不懂哦，这个是 bug 还是什么鬼啊？如果官方敢把哦这个唐月华给我移除掉，鸡蛋糕W一定喷到奶奶都不认识他，喷到祖宗18代都从那个棺材爬起来。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这里辅助有一个唐月华的话，然后这里控制如果是 bug 的话，直接加 BB 动下去，然后这个强攻也加那个千仞雪下去，奶奶的啊！如果官方啊敢把这个随机辅助的唐月华给搞掉啊，哈，你等着给人爆菊花吧，官方，奶奶的。然后他们觉得、哦、这个蛇龙的抽卡池哦，非常的值得啊，相比之前的卡池，因为他就是有送这个三个 SSR 90抽，
不管你也没有什么中了屁股，他就是直接送你三个 SSI， 蛮不错的，我的天！而且150又送一个躯干骨，所以 WC 有127张券，然后加上这里11幸运值就有138了，然后这个有八天的时间抽，所以八天以内 W 应该能抽到去150拿到这个躯干骨。然后最后这个230 W 应该拿不到这个，哎呀！所以因为这个蛇龙，我 W 之前看到的技能哦，很像是打 PVP 打架很厉害的。W 本来是不想要抽啊，然后他又整天对着我笑，你看鸡蛋搞这么羊羞，牙齿白白这样。你以为你是牙膏代言人黑人牙膏吗？哪来的？嘿嘿，不爱。可是他的这个奖励实在是太丰富了，各位，太丰富了，直接送三个 SSR。如果真的运气很晒哦，中这个菊花，中这个红萧天呢，也是不错，各位。可以拿来升星啊，开图鉴啊，然后如果运气好啊，可以中邪月龙龙啊，这些都很好，戴沐白行号都很好啊，我的天啊，所以 W 真的会很想抽，很心动啊，这个鸡蛋糕这个官方哇，真的是勾引到 W 来抽，所以 W 决定了 ，W 决定开直播来抽这个笨蛋蛇龙起来，哦、可是首先这个影片要达到至少 W 觉得500个赞嘛，500个赞。如果你们点赞点这个影片达到500个赞 ，W 就在这个八天以内直接抽这个笨蛋蛇抽起来，抽到去150应该能啊，八天存到去150张券，摸门台直接开直播抽爆，抽起来。所以八天以内真的是达到500个赞的话 ，W 再另外公布，应该是在八天最后一天来抽吧，最后一天应该是能存到150张了。OK， 500个赞就这样，呜，来，这里有一个什么，左边有一个魂师试玩 ，OK， 来试玩起来我们。来，直接开战起来！哦，试完哦，首先是独孤雁，哦，你看上面，你看这里有个金色的那个眼睛啊，这个金色眼睛就是那个蛇龙的技能来了。OK， 来捕魂力，鬼魅，来喂，哇、哦，你看他，刚刚在干嘛？来了，他直接打了一次，我的天，太快了，闪到我都来不及看。哦，各位，刚刚那个自动打的就是飞行系这个啊，这个黄蛇奥义，你看鳞甲加护，什么自身回合，你看。自身回合开始，然后对随机一名打729的攻击力伤害啊！这个你看这里，鳞甲加护啊，应该是先机啊，一开场他自己就有了。OK， 现在我们试看那个飞行系的第一个技能什么？锐毛锉。OK， 锐毛锉801攻击力的伤害打单体的。OK， 打单体来打 boss 来，杨萌。现在跑还来得及。哇！现在跑还来得及。我的天，哇，那个 boss 直接掉下去10多%绿的血。OK， 你们看这个金色眼睛这个状态是什么？这个金色就是凝视。OK， 什么目标受到的伤害提升47%率啊，就受到伤害提升啦。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也是受到蛇龙的伤害提升70%率，被推进行动条降低25%啊。OK， 再来我们换去协虫系。OK， 这个什么？狂毛窥视三回合没有五神中毒哦，又是对齐的那个伤害提升。 OK， 又是伤害提升，中毒就是一直叠那个毒的回合，对了，因为这个蛇龙它自己可以叠很多层的，叠到10多层，之前有说过了。 OK， 没有一层中毒就打人，你是打单体哦，我的天。来，西虫系的这个如旭风来打蜜蜂吧，来如旭风。Lucifer，Lucifer。OK， 再来就是血虫系的这个普通攻击毒毛。OK， 打中毒的，然后有吗？可以添加三回合的那个引毒。OK，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引毒可以叠加那个毒的回合。来看能叠多少？叠，哦，引毒，然后就多三回合引毒。哎，那个引毒的那个状态的那个图案是金色这样的，不一样的。OK 来最后一个换去飞行系的。 OK， 普通攻击飞行系。 OK， 凝视，我追加一次攻击。 OK， 凝视就是这个金色的眼睛，应该可以打两次，来追加一次攻击。哎呀，靠腰他都死了，奶奶的。 OK 啦，试玩完了。 OK， 大概就这样，叠毒引毒。 OK，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保底，来看你们保底。 OK， blah blah blah， 哦，获得 SSR 12.58 先中蛇龙。 OK， 300次保底，300保底。 OK， 下一次重新计算。 OK， 来海神祈愿。 OK， 海神祈愿来唐门荣誉那个 VIP 长老可以缺少一名，大供奉可以缺少两名，以及蛇龙后哦，那个魂师可以少一名或者少两名，哦，长老就可以
哦，长老以上就是少一名，大供奉就是可以少两名那个新魂师，如果没有的话，靠腰通常大供奉全部魂师都会有了，还可以缺少两名的鸡蛋糕啊。所以 W 现在才宗师啊，所以宗师还是要拿完所有的魂师哎，才可以去什么祈愿那个十万年魂环、神赐魂环、幸运值界面内的所有魂师，就是这里全部人，蛇龙也不够蛇龙哎。哇，也包括比比东，也包括千仞雪，也包括唐月华，靠腰，那边没有千仞雪、唐月华，又没有蛇龙，还是不可能之后去抽那个神赐魂环了。所以你们看这个海神祈愿以后一定会再出了鸡蛋糕，还会再什么回归，应该是明年的新年吧，明年的农历新年再出吧，应该啦，大活动嘛，来的 ，OK， 三十天之后就会进日常觉醒这个蛇龙 ，OK， 三十天左右。OK， blah blah blah， 可以中蛇龙，哇，可以中很多啦，全部人都可以中啦，唐月侯都可以中啊，千仞雪比比东，哦，唐门唐山没有，哦，这个界面不给抽唐门唐山 ，OK， 唐门唐山只可以在唐门唐山 ，OK， 再来看这个笨蛋蛇之后的技能，看有没有被改过啊，因为通常官方会调整一点点 ，OK， 它还是民工系 ，OK，SSR 民工系 ，OK， 第一魂技 ，OK， 飞行系打人。打人单体 ，OK， 打人伤害提升，这个很普通啊，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啊，八仙率应该是差不多一样啊。因为 W 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笨蛋神的技能了，所以 W 现在就大概看一下，看有没有改过吧。所以你们要看之前的介绍，就看回之前的吧。蛇龙的笨蛋神 ，OK， 然后再来第一魂技结虫。中毒 ，OK， 十次 ，OK， 中毒，单体是二次、十五次、二十次，所以之前已经说过了，没有一层中毒，所以它的十万年有二十五次，就是二十五层的中毒，因为它自己可以叠那个毒，所以它现在目前可以叠到二十嘛，差不多二十，现在应该它不能叠到二十五，应该之后靠应该有一个魂师叫做什么，那个什么河豚的。也是毒的啦，你们有看就是也是毒的啦，那个笨蛋应该之后他帮他逮到去25吧，不懂啊，就这样。OK， 再来第二魂技 ，OK， 飞行系凝视 ，OK， 梅杜莎的凝视受到伤害提升 ，OK， 一样。OK， 暴击重置，差不多一样吧，暴击伤害，哦，应该是差不多一样 ，W 大概记得 ，OK， 没有什么特别啊，一样。来，第二魂技血虫凝视 ，OK， 伤害提升 ，OK。凝视啊，被推进行动条的进度减少75%率啊，这招很恶心，W记得了，血虫系哪来的啊？你看什么？对三名最慢的那个敌方一回合凝视啊，无法推进行动条，无法立即行动啊。如果目标的攻击低于蛇龙120%的攻击力啊，不能立即行动，不能被推条，那个什么唐昊一锤不能被拉上来，如果那个攻击力低过蛇龙。所以打架哦，所以就是打架厉害的这个笨蛋蛇打架厉害，把的攻击搞到高过对面的唐昊，就可以克制对面的那个唐昊那个什么龙不能拉上来，所以打架厉害啦，这个血虫什么第二魂技的这个被动技能 ，OK， 第三魂技凝视 ，OK， 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OK 一样，然后第什么血虫中毒啊，就是这个引毒那原中毒再加五层，就是这个笨蛋引毒可以跌到去很多层了。啊，什么七层、九层来的，九层再加本来的五层就十四层了。你看这里十五层，十万年就是加本来的五层就是二十层，它可以自己叠去二十层这个笨蛋鸡蛋糕。OK， 然后再来是第四魂技 ，OK， 这个灵甲加护 ，OK 什么啊？免疫控制的 ，OK，PVP 啦也是打架啦鸡蛋糕 ，OK 啊，一开始也是有先机，刚才就有先机了。OK， 先技打人提升 ，OK 一样。哦，这个亏是 W 记得了，偷看 W 拿来冲凉鸡蛋糕的变态蛇 ，OK 一样，十层、二十层必定暴击，三十层伤害提升。OK， 无瑕号使用第一魂技是十层的毒，就是全体的毒了。他打人的时候，你看他自己的吗？什么当做是全体的中毒层数打那个人的时候 ，OK， 所以魂环要怎么带，要怎么打架 ，W 上个影片已经说过了吧？那个魂环配置 W 应该已经说过了，因为如果现在 W 想起来真的想不起啊，鸡蛋糕 W 懒惰想啊，因为 W 要去玩我的幻塔了来了 ，OK， 介绍完这个笨蛋蛇 ，W 去玩幻塔了 ，OK， 所以就这样各位，这个影片500个赞 ，W 就直播来抽这个笨蛋蛇 ，OK， 八天以内应该是最后一天，八天后啊 ，OK， 就这样。奖励很丰富 ，OK， 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
分享、留言、点个赞、点个小铃铛。就这样，大家我们再见。换他，换他，他不要来了，换他，换他，不。